把是首胜，今天的首胜也是第一把 PK， 说不定会翻倍，然后首胜有官方有翻倍的可能。所有的哥姐们，咱有多少尽量往前打，行不行？哥姐们，有条件大家也能赞助一点，赞助一点，一分一毛也是支持咱们的一个特效，好吗？谢谢我燕玲姐的梦见，谢谢燕玲姐啊！嗓子哑了，真的喊不动了，喊了太能了。还有三十秒钟加成，哥姐们，还有三十秒钟，守塔来一起守住，还有三十秒钟，所有的哥姐们一起整。咱现在站到才是榜36，后面的哥姐能不能还有小心的帮弟弟做个复位人数？没有票了，对了，公屏出动红心行吗？来一起守一个塔，所有的哥姐们没送礼物的帮忙整一个。恭喜我叶玲姐荣升12级财富等级，没点关注左上角给我点关注。守塔一起守，还有五秒钟网络延迟。谢谢往事追风哥，谢谢叶玲姐。谢谢我燕玲姐姐，谢谢我申京姐姐，谢谢郑多多哥，谢谢我金哥，谢谢我忘掉过去哥，谢谢优品月购，谢谢好心情，谢谢依然姐姐，谢谢王秋勇，谢谢小龙哥，谢谢我申京姐，谢谢小辣椒，谢谢唯一姐，谢谢有缘哥，谢谢礼尚往来哥，谢谢六三八，谢谢冯雨鹤，谢谢天龙哥，谢谢晨曦，谢谢这个郭哥，谢谢干男号，谢谢香小妹，谢谢五个宝奶奶，谢谢浩浩，谢谢落花一梦姐。谢我 A 八哥，谢谢王大连，谢谢一诺姐姐，谢谢康姐姐，谢谢林小玲姐姐，谢谢优宝奶奶，谢谢秦岩，谢谢望月亮，谢谢小顾，谢谢平安姨，谢谢婉婉，谢谢破烂哥，谢谢老戴，谢谢四个五个五六个五，感谢你们。没跳坑，不是，我不是说跳坑不跳坑，他整不出来，那我也花不了这么多钱。哎，不能整那么多，我给大娘说了，你们说咋弄？啊，哥姐们，你们说咋弄？这个事今天干了去了，我喊大娘过来拿袋子，撑吧，出来点意外咋弄？嘴里不赖哥，嘴里再不赖几个花的多，刚才我就已经花了一，我200块钱，不点口袋好像是200块钱。185了，他一共整了一个跟跑车一样的东西，到我手应该在35到40块钱。本身刚才他整那么多，这个买了早餐之后，他整个这么多应该刚刚好，是吧？哎，那个拳头。不是那样的，上秤是吧？好，我听金哥的，我给大娘说，走了，走。大姐弄傻屁了，不怨我啊。本身我那姐都充好了，她肯定不只怼一个飞机，你知道吧？那俩飞机她也有，她怼完我就整了明明白白的，整明白了。然后三宝姐应该是不会整，没弄好，不会弄，应该没整好，那下次咱再弄，啊。我先给这东西咱给大娘说，先入金称多少钱金，先谈好，因为正常市场行情咱只要不亏大娘不就行了吗？好吧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哥姐们，有多少称多少吧。我没有实力，知道吧？我没有实力，因为我赶大集这第11个月了，我赶得太久了。如果我赶的时间短，那这300-500也不算啥。我10个月我已经投入了120个 W 了，哥姐们，我现在花到现在真的没钱花了。我每天就是我能有多少，我第二明天还赶大集呢，我晚上咱还赶大集呢，那不能把钱毁在一个人身上。你这个直播没法看了，说话不算话，老严哥。能是我说话不算话吗？那这大姐没整明白，我咋算话呢？没事，不用禁言的，姐，没事，人家说话也正常，有意见也正常，因为这时候产生的不是出点意外吗？对吧？一万你，要吧姨，一万你，啊，好，把毛也管。你给他做弄那去了，你菜不过来。你要不？我咋不要？要带有点。不是我心里啊，你问老板是我的不？都是咱的，都是。但你找人抽烟不？是不行。超市里是打药的，我这不打药。啊，我这无公害的。
给整。过了这做锤没？要完不？要完便宜点。别剥了，大大鱼，你再剥嘛剥完了，你再剥嘛都一块呢。那你剥的都是个心儿多了。那都得20万呢，你剥的是个心儿。你吃白菜不都吃白菜帮子吗？咋卖的？1万呢。我还能卖完？我卖完了不是也管给吗？嗯，对不？要几块？我要再要。这不黄金的，这不是黄金的吗？对。哎，不包打都够了。这菜都包不进。这菜都这劲。这是羊白菜、黄心菜，它都不都这样的，它不像那圆的，圆的包紧了那不一样。我们超市是3.8。超市是啥白菜？嗯。那外国进口的白菜那管吃吗？那。嘿嘿嘿，你这是日本，中国的。这本地的没打药，没上化肥的，这多好不？我要多少也便宜。你要多少要完不？恁俩看完多了，看完给你便宜点。我要不完，我不。大娘，大娘，别弄了，我买这白菜叶都管回家喂鸡。你别弄了，我管喂鸡哈。啊，走吧。到了。没有到好。你到这跟咋弄？接着到不接？到那。没有到，都那样，都那样。妈给你出点皮。全白的，我一口皮。妈剩的零头不要了。别剥了叶啊！这不你这看看你剥了还不剥？剥剥剥剥！叫你说再剥剥。对吧？大娘，那叶子真的我真回家喂鸡，你别弄了好吧？我真回家溜喂鸡，要不然我不买那些白菜啊，走吧。你别剥了，我给你算便宜点不妥了吗？别剥了。你剥了，你去了你剥，那个你剥去。我妈给你出。啊？什么？别剥了。对吧？别剥了，赚多少年嘛？什么？大娘要你不要半斤，这点白菜不要钱了。哦、别说夸大其词啊！你这剥了的可帮忙啊！谁剥了？你这剥了的这谁剥？那剩下的不剥的是弄哪里？我咋没剥呀？你那也剥了？你要叫我剥，是再过给他剥。哎呀，大姨，你要再剥，妈都没法卖了。这6斤3两，给你俩6斤，这不中吗？有3两吗？其他的你们算玩意儿？看着吧，6斤3两，俺6斤，6.8、4万吧，5万钱。5万钱没有。啊。哎，说说说，终于。我们超市买俩白菜，给他才2块钱。我标准很，我跟你说，这错一两不要钱。标准。你得6斤。6斤，6.8、4万吧，你也5块。对对，6.8、4万吧，5块，你咋那40五肉吗？你算40万不妥吗？6万、4万、4万。我再饶你一个，我再饶一个，这中了吧？饶你个小嘞。你说他再饶你我一个。你呀，你这锅我找了，你叫我饶你，找我妈给你找小嘞。我找小嘞。饶，哪有小嘞？没有小嘞。谁没？饶你把轻的，你那多，你那6斤3两一不？你别胡来，你6斤3两，俺3两都没要你。哎，对，我不够。那不够挣，人家是。哎，对，俺不够挣。不要你这大姨白带他多3两，还要不？大姨，再要了不？老不要不？老不3毛，3毛，老不3毛。咋弄？卖10块钱，越凶。我跟你说，论斤称，这俩大衣那都是12斤，论斤称这连加一起连50万都没有。哥喊大娘，大姐没整明白？啊？然后呢，来，谁你要白菜不？大爷不要，便宜4毛。不要。3毛5。不要不要不要。你踹。我种牛啊。萝卜。我种牛。3毛。不老山东那口。来，大娘来。垃圾碰上来吧。金哥走了吗？金哥，没事，我知道。金哥走了吗？金哥。刚才喷我的，没看到最后的，再给我打打子的，我能擦你。你吃着了呗？吃了嘞。来来来。大家真的些，你要100可多了，你知道吧？嗯。
说嘛。啊，你增长可没有不正的啊，是吧？我你管扫码呗，但是我得让你知道，我得让你知道，你这那也卖不了那么多，你这那也是俺直播间的粉丝给大哥大姐给的。啊。你再说，你这那也连50元我算过了，50元应该也值不了，对不？差不多吧。再少就那了吧。不，我不是说意思叫你少钱，我的意思是你得知道，你那剩下的钱是俺直播间里这些粉丝给的，是俺姐给的，是俺娜姐给三毛哥姐给的，这些哥哥姐姐们凑的，并不是说你的菜值那么多，你的菜连50元都不值，我算过了，这正常都是3-4毛钱一斤，对吧？白菜再多了也是5毛钱一斤，对不对？白菜不是5毛。